在那边做什么？在读界面技。界面技。界面技。算是它是红丹呐、啊，最主要是防止生锈、嗯，然后作为因为它是铝合金材质，那跟一般的汽车腐乳它没办法完全紧密结合在一起，所以要先漆红丹防止生锈。那一方面这个红丹也是做那个界面技。大概这样。路德要被撞，然后能怎么做紧急处理？啊，这个事故是上个礼拜五晚上10点多在头城交溪间，所以我们听到消息之后呢，马上就派员出来检修哈。车子2点多掉到车库，我第二天6点多就赶来看哈。哎，当时这个料呢，我们虽然是请很久了，大概要3个月以后才会到，最快的一个模组哦。8月底才会从日本送出，所以我们这样来不及，对于运用会影响，所以我们就一个抢修赶工计划，所以由我们的同仁然后自己来研究如何把它修复。啊，这个没有修复的话呢，哈，除了影响行车的一些可能的潜在危险，而且也不好看呐，所以我们决定也都要把它修的，啊，非常的完美。那你们自己主板用钢是用什么材料做？因为这个玻璃罩是用一个玻璃纤维做的，所以我们马上就是买了很多的玻璃纤维，还有油漆工具等等，就开始整修。花了多久？我们现在从礼拜六开始到今天礼拜四号，我们已经整整花了6天了，已经接近完工了，明天可以上漆。哦，就可以告一段落。那费整个费用啊，花了多少？然后会不会对那个车主提出求偿？那个原则上哈、哦，这个车子据我们了解哦，新料大概要40-50万哈、哦、台币左右哈、哦。那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员工的力量智慧来修理哦，那本来破的还非常严重，
现在修的哈已经完全看不出来，我们大概将近花了40万左右。那对方提出多少？对，应该是会哈，因为这个是他可能是产业平交道，但这一部分是运转客他会处理，我们是负责车子修好，报价报到运务处的运转客。谢谢。院长，他是用什么音效怎么做的？啊，这个被撞的时候回来的时候这一块哈、啊、整个都没有了，后来我们的同仁呢哈、啊、化腐朽为神奇，他就利用宝丽龙啊加上粘土来做一个模具，哦、啊、撑在里面，然后把它补起来哈、啊、然后把它磨平，就是完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看的脑子只有破掉的部分，那其实金属结构都变形，因为它开门的结构很复杂。不错，你在拍弯道呀？啊？拍弯道？没有没有，不是拍弯道，最主要是我们要捡碎片回来，不然一些金属零件都很不好找。你现在它没有没办法，它没有元件可以换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我操，那这真的很难看，它很长哎、欸。有没有捡回来了？有，都捡回来，都补好了。那么厉害，爱看也出来了。看不出来了，我们现在还要再给他跑吗？可以可以，现在再跑一下，这个都是三秒跑一下。嗯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，这个跳过，嗯、这个不是。三跳跳。这个不是，这个是在做，这个在补的。这个不是，哦。这是贵货，看不。哦，现在这个已经外面已经补的差不多了，哦，这个就补起来了。请看好，你是用铆钉补还是在内底补呀？哦。这样差不多就几张了。我搞，你搁个补安尼哦。对啊。咱这边钱也够好啊。对对，我们还去，那其中有那个有几。